大妈好。拍摄咱们这个国棉厂的这个国棉厂的家属院这种老房子老楼。大妈是这儿是这儿是这儿棉纺厂的老的那个女职工吧？啊，这都是老房。这都哦，你不是河南人是吧？啊，你是哪的？我黄河北的。对对对。这拍完了以后要盖着嘞。这个我不清楚，我主要是对这些老房子老街道感兴趣。咱们这西叫西六街是吧？因为咱们这个厂里面也要分也分街道。哎，西一街、西二街一直到西六街。哦，西一街、西二街一直到西六街。哎，原来可争气，西一街建一圈儿，或者西一街、西二街，现在都乱了。哦。现在有人老房盖着。哎，原来这马路西边那一道街。西边那家族房子一圈一圈的可好，它是一个圈一个圈就算一个街，哎，对，一个圈一道街，一个圈一道街，现在都乱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它这个所有的房子绕着这个圈，哎，你看那，然后绕着一个圈的话，那个、就是西街。连城楼那个楼你见了吗？啊，对。哎，那原来最早最早老楼，最南边那个。哎，街上现在有吧？那是办公楼。都西街和几栋楼。啊，行行行，我们一条街一条街的走。我们现在从西六街往西一街走，它是一个街就是一个圈是吧？哎，现在不是了，原来啊，我知道，我现在不是了。乱以前建的时候就是一个圈就是。不是一圈，直接这是一道街。你忘了原来一圈这是西街，再一圈，然后中间都是大马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大妈的意思，他这个房这个家属院应该是。咱们以前用的苏联的图纸做的那种苏式的家属院，这两层楼这都不是啊，我知道，他这个建的这种格局就是按照那种格局建的，然后苏联那边都是盖房子都是一圈一圈的。以前是花园嘛，以前花园啊，以前咱们这厂里面有花园，进来就是个大花园。从南面进来，盖旧楼了。从北面进来的时候，从南面进来。原来这是个大球场呀，原来是个大。这以前是个球场。大球场，那么大一个大球场，演电影，这演电影的，这演电影的地方。这个是演电影的楼是吧？这个是放电影的，这个楼是放电影的吗？我就是放电影的。哦，那上面的洞就是以前放电影，放电影机的。哎，我小时候看过那种电影。哦，这个西六街这一块以前是大酒厂，这是后来盖的是吧？这是哪一年盖的呢？这是哪年？三十多年了。88年左右，那个俱乐部也比较早是吧？那是开工都有。哦。那个球场就一直到那个俱乐部。哎，俱乐部那个。你说这一块一直是个球场，咱们走到西六街这一块一直是个球场，一直到那个俱乐部那个，就是说咱们医院那块都是球场。哎，医院不是球场。我知道，到医院那边为止都是球场。这不是一个俱乐部，有个那大三层楼啊，那是放电影那个地方，我这放，这都是俱乐部。这个咱们这个楼就是架机器的地方。对对对对。好，咱们拍一下这个楼。哎，这个楼也有三。这个楼有这个大妈说有20-30年了，30多年了，这个楼就是以前放电影的时候，然后把机器架上面去，上面有那个一排洞洞，上面你看到吗？咱们看到有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七个洞洞，就是以前把那个电影机的那个前面的那个东西放到那里面，在上面放电影。这咱那个走刚开始走的这个西六街，就是一个在从医院一直到这个放电影这个块，就是说从那个俱乐部那一块一直到这儿，都是一个篮球场打球的。就是说咱们这个，因为咱们棉纺厂当时的职工比较多，有将近1-2万人，就是附近加上一二厂、三厂5-6万人。在这打球，放电影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一件房间，这都是空地。那应该是这个放电影的时候，你来厂里面还年轻呢。哎呀，放电影的时候，照年轻都上班了。啊，你很那还是年轻，比较年轻。走，放电影。那时间都20多岁，俺现在80岁了。那就时光荏苒，一去了60多年了。十几岁就经常。就这个就有50年了吧。没有50岁，可是时间是短的。这个你说有50年了，40多年啊。嗯、你想想，您是哪一年进的厂？那时候我是76年。76年进的厂啊，那时候咱们这厂这一块都建好完了。嗯嗯。走了，